只要有打开电视看电视剧，一定都有看过女星吴嘉山的身影。她演出过的作品多达50部以上，包括《鸟来伯与十三姨》《真情满天下》《真情满天下》《我一定要成功》《家有4000斤》《一个屋檐下》等多部电视剧。无论是八点档还是偶像剧，她都能演。恶婆婆、悲情角色全能精湛演出，堪称是国宝级演员。吴嘉山本名吴惠美，近日吴嘉山经徒已交代好后事，在演艺圈丢下震撼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我们一起讲一讲吴嘉山的故事。曾经是令人称羡的荧幕夫妻档许嘉荣与吴嘉山，因老公许嘉荣外遇，30年婚姻触礁，目前独自搬到外面住的许嘉荣首次坦诚，两人已分居多年，主要是第三者关系导致婚姻破裂。虽然跟老婆还没签字离婚，但目前跟离婚没两样。吴嘉山则低调不愿意说离婚的事，去问许嘉荣吧，不要问我。她的丈夫许嘉荣出生于1955年2月4日，20岁以歌手出道，演过众多台湾闽南语剧，是当年中式当家小生，目前多在大爱台演出，从影超过30年，演出150部、6000集电视剧，主要代表作有《神雕侠侣》《法律剧场》等。外表斯文帅气的许嘉荣曾经是中式当家闽南语小生，曾经虏获不少欧巴桑的芳心，而老婆吴嘉山则走谐星搞笑路线。娃娃脸的许嘉荣坦诚说，当时是因为我外遇导致婚姻破裂，除了外遇外，他还说还有两人个性不合，我们都是属羊，个性都很拗，也因个性太相近经常发生摩擦。他说我们都是嘴硬心软的人，都不愿主动低头认错。他也坦诚自己有大男人主义，外遇加上个性不合，许嘉荣负气之下搬离家，丢下老婆跟两个儿子。他说当时我一个人只穿着 T 恤一条牛仔裤就搬出去，什么东西都没拿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签字离婚呢？许嘉荣说老婆考虑到儿子，所以迟迟不愿签字离婚。吴嘉山除了不满老公许嘉荣搞外遇，也不满他到大陆跟人合伙做室内装潢。许嘉荣说之前曾跟朋友到广州合作室内设计生意，我每天负责跑业务，本来可以100%赚钱的生意，因股东出问题加上管理不善，3年投资的400万一毛钱都拿不回来。吴嘉山因此跟老公许嘉荣翻脸，还大骂他是神经病，干嘛拿钱去投资，你本身就是本钱。许嘉荣坦诚艺人转型真的很困难，加上没有生意经验，很容易吃亏。不过好胜心强的他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，曾经经营阳公馆的他后来跟友人在五谷新五路合伙开家羊肉炉，经营的有声有色。吴嘉山出道超过38年，遇过不少艺人离世，其中曾一起出演《鸟来伯与十三姨》的资深艺人常青于2021年病逝，让他相当不舍及惊讶。对于生死话题，事实上吴嘉山看得相当淡然，自己早已向儿子交代起后事了。根据报道，吴嘉山表明他已决定死后要树葬，也和儿子直言撒一撒烧一烧，再找棵树就好，后辈也不要帮他举办告别式。至于为何如此豁达，吴嘉山坦言，人离世后所办的形式都只是给活人看而已，甚至只是拜心安，如果年轻人不拜，那他当然不会勉强。吴嘉山进一步指出，不要给年轻人太多压力，对他来说后事并不所谓，用最省的方式即可，撒出去就好，潇洒人间走一回，潇洒地撒出去，反正就顺着天意，老天爷怎么安排他就怎么走，该是我们的就我们的，不该是我们的别强求。
对生死看得相当淡然。吴家山演戏时充满杀气的眼神，还被封为是个婆婆专业户。现实生活拥有两个儿子的吴家山接受三立新闻网专访时提到，小儿子已经结婚，自认是个非常开放的婆婆，私下从不过问年轻人的生活，甚至还悟出了婆媳好好相处的关键。而此前她在三立还是八点档一个屋檐下饰演一家之主陈文山的妈妈，且独生子陈文山更是一连娶了三任妻子，子孙满堂之余，却也常为了家庭之事深陷两难。在一个屋檐下，陈文山一开始不顾其他家人的想法，直接在美国就和陈延安结婚，没想到当他带着第三任妻子陈延安回到台湾时，遭到全家人的不谅解，甚至连母亲吴家山都对媳妇百般刁难。谈起现实的婆媳相处，吴家山表示，我是很开放的婆婆，我可以说当我媳妇是非常好的，强调自己向来不过问孩子的感情状况，也不会特别想和孩子们住在一起，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，虽然年轻人觉得跟我住没有问题，但还是觉得不要，加上婆媳之间平时的习惯难免会有落差。他认为婆媳不管再怎么好，住在一起生活习惯难免会有点差别，或是有小动作或习惯，看了心里会有疙瘩。我觉得不要，你住你的，我住我的，偶尔回来想看看我就回来。吴家山作为人母，也作为人家的婆婆，平时从不特别要孩子多久要回家一次，也不过生日和母亲节，你们想回来就回来，先传个讯息给我知道，不想回来就自己去玩。除了过年以外，其他假日、节日、生日、母亲节都不用过。谈起媳妇，吴家山给予高度评价，夸赞对方是个很乖的孩子，就算自己已经说明不过生日和母亲节，但仍会提前收到礼物，因此他也笑说，我事先都会传讯息说母亲节没空不要过来，不要买东西，不然他们又要买东西。这其实也是他从小灌输给孩子的观念，告诉他们过自己节日时都不需要准备礼物，顶多就是一张卡片。另外，吴家山也不给孩子媳妇生子压力，虽然过去曾被说常演坏婆婆，以后会没人敢嫁给自己的儿子，但整体看下来，吴家山绝对是世上的超暖婆婆。他说，时代不一样了，我在演艺圈演过太多这种戏，自然看得透，大部分的长辈仍认为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是理所当然，但其实问久了，孩子就会变得不想回去，还会跟孩子有距离。吴家山戏中和陈文山一搭一唱，有相当多母子逗趣互动。其实私底下的他也有两个儿子，他透露自己在家中是位严母，对儿子管教很严厉，不苟言笑，与戏中形象反差相当大。他分享，譬如小时候他们开冰箱要吃东西都要问过我，或是规定他们九点前要回到家，不然就会锁门，所以儿子从小都很怕我，不敢跟我讲话。对儿子教育用心良苦的他，还曾经在儿子叛逆期时长达三年没接戏，自嘲在家是慈禧的他对于自己铁的纪律解释，因为大儿子是大孙，小时候又长得很可爱，家里的人相当宠爱他，所以我必须扮黑脸，如果不严厉管教，怕他们会被宠坏。近期小儿子有稳定交往的对象，他说虽然严格管教两位儿子，但他未来不会成为恶婆婆，明理的他说，我一定是很好的婆婆，因为我会想那是别人家的宝贝女儿嫁过来，所以只要他们带女朋友回来，我都不会板着脸。陈文山私下也是亲至孝，近年看着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，让他相当感慨与不舍，平时没戏时都待在家里接送父母亲到医院。他回忆，母亲从小就严格，对三兄弟的管教采取连坐法，一个犯错其他两个跟着被打，
母亲认为兄弟就是要互相勉励，互相规劝，她教我们这是兄弟间的责任。小时候会跑给妈妈追，后来发现妈妈渐渐跑不动了，她直接站着给她打。直到上国中时，有天妈妈打他们打到自己受伤，发现小孩大了打不动了才停止。她也暗自决定要乖一点，不再让妈妈因为管教他们而操心甚至伤身。虽然母亲从小严厉管教，现在回过头看，她心中依然充满感谢，表示要谢谢妈妈从小这么严格地教育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替别人着想，爱人爱己，没有变成危害社会的人。生活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你永远无法预知会遇到多少的坎坷和挑战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需要保持不服输的精神，才能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有更多机会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即使许家荣没有尽到丈夫该尽的责任，但如今吴家山幸好有儿子陪伴养老，希望他能保持身体健康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。